黄埔军校迎来建校100周年，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也特地到参会现场与大家同乐庆祝。台上呢更是深深一鞠躬，向国军弟兄们致上最高的敬意与谢意，感谢他们不只是保卫国家，当有灾害来临时，也在第一线协助救灾抢灾复原。更表示黄埔军校历经无数次的关键战役，捍卫国家守护民主自由，发扬黄埔精神。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书面训词，就是现在。 中华民国国歌的歌词，而第一任的校长就是蒋中正先生，所以中华民国在哪，黄埔的正统就在哪，对不对？对。最后，蒋万安呢也感谢所有的黄埔校友们呢，在军旅生涯中捍卫国家，退役后呢更积极的参与社会公益活动，展现出退伍军人的典范精神，是台湾军事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。